从大阪搭乘半个小时的火车就可以来到京都，这是我这次旅行中最期待的一站。我们入住紫园的一家比较传统的酒店，睡的是榻榻米，赞哥非常兴奋。资源是京都的艺伎区，讲到京都就会联想到资源，可以说是代表性的地区。我们就住在八坂神社附近，八坂神社门前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资源是日本规格最高的繁华区，据说艺伎回忆录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姐在网上找了一家以卖锅贴闻名的小餐馆，名为步兵。可惜小餐馆店面太小，排队的人又多，我们只能买了些外卖回酒店享用。按照他建议的量，我们都没有吃饱，直呼买少了。西门正对的就是资源街，是京都非常繁华的商业街，布满了有特色的商店和餐厅。在这里行走让人流连忘返，每一家店都想细细去品。我们没有去花见小路，也没有去看艺伎表演，但是我在路上却撞见了一位艺伎打扮的小姑娘。在京都随处可见穿着租来的和服的游客，但是艺伎会梳着考究的头发和特别的妆容，一看就知道不是游客。哦，你的是这个，哎呦，连那哥哥那个好吃。我也觉得。由于正值盂兰盆节，很多餐厅还没有开门，我们随机撞见了一家人头攒动的烤肉店，还有一张桌子空余。在这里我们尝试了日本本地产的牛肉，还吃了生牛肉。日本的牛肉无论怎么烤，肉质都会比较嫩，而且味道不会有特别重的腥膻味。回酒店的时候天色已黑，偶遇八坂神社的夜景，但是已经没有精力进去细逛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步行来到京都八坂神社。京都八坂神社又称作资源神社，是全日本3000多间八坂神社的总本社，而日本的三大祭之一，长达一个月的夏日祭典资源祭，便是由京都的八坂神社举办的。在唐贞观11年，因传染病流行，日本民众向该寺神祗祈求平安，资源祭因此诞生，是一个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节庆活动。放你包了。
我们一家人都是宫崎骏的电影迷，所以进了这家以宫崎骏电影为主题的商店就出不来了。三哥买了一个颜色随机发放的龙猫，所以一出店门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想知道是什么颜色。It's not bad. You like Blu-ray? 我也只是最丑的。在那干嘛？到京都的第二天，我就有一些过敏反应。脸和全身都有些浮肿瘙痒，大概是因为太累了，也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我不太适应这样湿热的气候了。打雷了。很多旅游区游客多的地方都种有这样的止藤树，并喷洒清凉的水雾来给游客乘凉。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建于西元778年，占地共达13万平方公尺，由奈良子岛寺僧人贤心所创建，但却因为多年来的战乱及灾害受损。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于1633年重修清水寺，也就是现存的样子。清水寺为栋梁结构寺院，正殿宽19公尺，进深16公尺。大殿前为悬空的舞台，由139根高数10公尺的大圆木支撑。寺院建筑气势宏伟，结构巧妙，没有用一根钉子。寺中6层巨木铸成的木台为日本所罕见。
岚山是京都以风景为名的著名景点，春天可以赏樱，秋天可以赏枫，冬天可以赏雪，夏天就来这里赏竹吧。大河内山庄原为大河内传次郎的别墅，内有约20,000平方米的回游式庭园，庭园古朴自然，枫树成荫，青苔地面，古砖小径，禅意浓浓，令人心生幽静。园内还点缀着山庄和茶室等等。别墅还是远望宝清川和古都的绝佳地点。离开京都当天，我们抽出半天游览了鹿苑寺。鹿苑寺金阁为鹿苑寺的主体建筑，是祭祀释迦佛骨的舍利殿，因柱子及墙壁等整个建筑相贴金箔而得名金阁，所以鹿苑寺又称作金阁寺。金阁是面临镜湖池建造的宝形造三层阁楼，底层为寝殿造的阿弥陀堂，称法水院；二层为书院造，用以祭祀观音，称朝音阁；顶层为唐风禅宗佛殿样式，安放三尊阿弥陀，称究竟地。金阁象征传统贵族文化和新兴禅宗文化融合产生的北山文化的代表性建筑。据说金阁寺还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将军大人的原型，足利义满将军的家。